来继续来讲乌鱼。每一年冬至的前后，都会为日本海一路落南来到咱的台湾海峡。今年乌鱼嘛是随着寒流准时来到台湾报道。在渔民的眼中，乌鱼是真有信用的鱼呀。啊，婚姻观的渔民这两天出海大丰收，抓到大量的野生乌鱼。啊，讲今年的乌鱼子每台斤比去年起200块，渔民是安尼欢喜叮当哦，讲今年会当过一个好年了。乌鱼子用火烘过，吃过人嘛拢讲乌鱼死。变啊到过年过节，乌鱼子拢是捧上台菜色。今年乌鱼子变贵啊，大台斤比去年起200，因为你的成本变侪，数量嘛较少。这是分林大主港渔民使船只出海掠乌鱼，徛点伫了海涌，随船头起起落落，含大海拼势。但你冬至前后十天是掠野生乌鱼的大季，加上最近这波寒流，日本海附近乌鱼拢陆南收来到台湾海峡。这两天分林出海渔船啊，拢传出好消息。上好的位的掠几百回安尼，我记录掠同好的啦，一届捌掠。嘿，三顶网一届啊，掠2000几尾，掠船啊，载袂转来啦，卖50几万啊。趁钱趁饱甜，船长莫怪笑眯眯。伊讲，若是这几天无啥代志，咪当继续掠。不过靠海食饭，嘛是爱靠运气。有当啊，出去去登钓都有啦，啊，若无登钓就无啦，嘛是爱有迄个气温啦，趁钱的气温啦。乌鱼，逐年拢会看气候准时报道。伫咧渔民的心目中，因是真有信用鱼啊。即马规尾野生海鸥，母的鱼啊，10公斤400块，公鱼啊是二啊高。乌鱼掠的功夫含乌鱼籽加工技术，嘛提升乌鱼的品质含经济效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